哎，今天依旧是我。今天吃啥在吃的上次买剩的五花肉，然后就买的螺丝椒，拿来炒的小炒肉，小炒肉。然后这是酸辣土豆丝，我们家做的，花不多少，嗦，先炸这样，切得很小的那种小片片。哇，这味道可以。哎，还是要改一顿吃的饭才是最好吃的。哎，不想买了，算了，就这样了。自己切的土豆丝稍微有点豪放啊。老朋友，